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最大的搜查器 Google 首页自然后展示出来？我们今天就教大家怎样可以用零成本达至这个目标。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所谓海量，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时间，我们要三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它看完。 Google 搜索有200多万，域名增加70个，网站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器发出2000封邮件。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在全球的行业里面遥遥领先，用你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一展光芒？我们要借助 Google 和 YouTube 这两大搜索平台。我们示范一个关键词给大家 ：Custom Logo Handmade， 定制的礼品。在首页排位，我们占了三个，1、2、3名都是我们的。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再回去 Google Video 的议题。Custom Logo 这个字和 Branding Gift 在这个关键词里面是相当热门，带出来的竞价广告多了很多，但是在左边的自然排位被我们霸占了。第二页情况一样，第三页情况一样，第四页情况都是一样，第五页情况都是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自然排位的优势，你越点击它就越排得前，但是在右边的自然排位，顶头的自然排位，它是有限制点击，一日可能点击50个或者100个，点完它就没了。但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点击都是算，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 Media Marketing 那个优势。Media Marketing 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媒体的广告，我们透过一个 Video Marketing 可以将你的产品，将你的产品应用功能效果操作完完全全在你海外的客户面前展示出来，这个就是 Video Marketing 的优势，比我们传统的印刷媒体优胜很多，因为它是动态加上语音。在接下来的5月20日，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市场推广重新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在香港工业总会培训中心。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也可以向我们 Boom Marketing 咨询一下。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所谓全球化，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我们保证我们承诺，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我们绝不加插广告的干预，让大家的广告视频可以直接在观众面前展示。同时，观众亦无需要下载任何程式，任何应用程式就可以透过智能手机观赏你的视频、你的广告。多谢大家。